这俩孩子是不是谈恋爱呢？真的？真的。不好意思啊。没有关系。你的演讲很清楚，深悟空城领域的未来是你的。您说笑了。你留步，我先送你回去。跟我一个学校，2012届。那你入学的时候，我差不多都快毕业了。我们可以不说。确定其实还不确定，只是四目相对有心机。不见你会想你，在人群中找你，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他们说你有点坏，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可是我永不会追，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哑巴成了礼，忽隐忽近，不能随意献殷勤。要想眯着半天美，读更多书籍，充实自己更完美。不是每次的约会你约我就出现，不是每通的电话你打了我都会接。爱情的事走入越快，就可以收获更多。喜欢被你送到家门，但不能请你喝咖啡。他喜欢做一些极限运动。心跳很慢，力气也比较大。不见你会想你，在人群中找你，找到他的体温比普通人偏低。他们说你有点坏，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喜欢美食，可是我永不会追，我要让你忍不住。他们不是怪，他们只是比较特殊。其实真正的怪物只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你先试试再说。就可以收获更多，喜欢被你送到家门，但不能请你喝咖啡。这个是公司四班送我的奖品，拿去吃。我这么早过来没打扰你休息了，我过来是说想带你出去走走。感情关系上的事情 OK， 但是从生物来说，少则三，多则三，多巴胺会去甲肾上腺素，就会停止。或许当时你只没什么。的嘴角微微上翘，性感的无可救药，想象不到如此心跳，你的一切都想眼神是交了几秒，关于你的舞蹈，你慵懒的扭动着腰，受不了你随风飘扬的笑，有迷迭香的味道，被带破坏味的撒娇，对我发出恋爱的讯号。那个，你忍一下。
Ovviamente avete preso una decisione molto stupida. Sono davvero deluso che in un paese come l'Italia siano questi pregiudizi.现在有点急，说得赶快去处理一下。等忙完了再听。你随风飘扬的笑，好像有男女不太一样了。那关于爱情各个课题，我们算是研究成功了吗？做得还不错。对我发出恋爱的讯号。This is the closest thing in the world to my world has. Described as very refined. No respect for human life, of course. Respect for the arts and the sciences, at least. And the law. Above all the law. 你和他注定不是一个事情。身份只不过是一张皮囊。可人心却不能只靠身份来判别。我想起这个心，我们是一样的。